陪我飞，理想就算不够大，完全移除伤悲，但合力面对的再差都未回避，是平凡一生，平凡一起，没死过的这双手能拥紧你。天气实在太热，今次整西瓜盅冷面。So one watermelon, we cut it half in the middle, and then half for you and half for me. That's it. Remember to 切平个西瓜底，唔好俾佢周围碌。好，材料有芽菜啦、绿茶、冷面、蒜蓉、烚蛋、肥牛同埋青瓜丝，中意食咩都可以摆入去噶。其实呢度一个西瓜啊，咁啊开咗一半，咁然后咧就煮咗啲芽菜啦。呢只系绿茶冷面嚟嘅，我真系唔好用筷子啦，索性用手啦。呢啲面咧都系煮咗先，咁然后咧就晾干佢，咁而家咧就可以摆入去。试下啦，摆先落去。真系好消暑啊！喂，实际嚟讲咧。其實是真的 OK 的，不過呢你要撈啲汁的時候呢，即不可以放得太逼碟，如果不是好像我現在那麼無謂撈。其實但是是有一種清涼的感覺的，每個暑假做一次都挺好的。還有其實是吃著冷麵送西瓜是挺正的一件事的，因為其實咧，那個西瓜我都作得幾深嘅，所以其實入面咧都係全部都係面。多謝阿源。因為要鋪滿佢先至賣相靚啊嘛。不過我都知你驚死噶啦，無啦啦就去好運買叉燒。